老师就代表了青春活力。大家好，我是《青春有你》第三季的 PD 李宇春。在座的119位同学，大家大多都是训练生吧？我没有经历过训练生体系。那大家来青春有你的目标都是想要成团吧？我也没有成团的经历。太可爱了。所以呢，一切对于训练生固有的标准反而不是我最看重的。我甚至并没有那么在意这个节目的最终结果。我更加在意的是跟大家共同的去探索，发掘你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真实个性、舞台能力，以及和别人的差异化。作为 PD， 我要宣布我的第一条原则：从初评级考核的舞台开始，也就是今天，所有人要使用 MMO 伴奏，也就是全开麦。哦，呜！全开麦的时代，对于我们就是当头一棒啊！你要让观众还有老师听得到你自己到底唱的是什么样子。听到这个就不害怕，我交上去的就是全开麦伴奏。我们从第一天开始练习就是全开麦的在练，我觉得是需要这种要求去要求自己的。可能在很多人对于唱跳歌手的这个要求上面，更多的注重在跳的部分，但我自己不是这么认为的。我觉得唱跳它是同等重要的，所以一开始我觉得也给大家一个炮弹。今年的评价标准有一些变化，只保留了 A、B、C 三个等级。F 都没有，我的天！完了，所以 C 就是最差了。这次合格没有了。A 代表最优 ，C 代表及格，而达不到 C 的将全部进入新人班。啊！今天这么狠吗？今天就没有差，就是没有差那种说法，直接进新人，就直接就说我们是新人，对，也没错，我觉得。新人不再是时间，而是能力，所以现在的新人有可能冲出来，而练习两年的人，则有可能归入新人，用 N 代表。规则宣布完毕，初评级考核正式开始。今天大家会怎么比你们知道吗？ Battle 是不是想要 battle 是不是？对，挖表。今天我们是同一主题，用舞台正面过招。所有小组的舞台风格和表演实力也将直接的对比起来，一较高下。真的对比啊？因为对手可能是一组，可能有多组，也可能是此刻坐在你旁边的伙伴。完了，可能有多组的。完了，我完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肯定打所有原创人。怎么样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Come on！ 好的，那就来吧，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亮出来。我们每年想要选择优质的偶像的标准其实不一样的，希望可以选出有血有肉的、活灵活现的，就是不要永远都是一个样子的偶像。对，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你，好吧？